好啦，咁我都係擔心咧 ，Moonbeams B14 咁呢首歌咧，最後嗰度個右手咧，例如喺第16小節嗰個 pick up， 即係嗰個upbeat 嗰度開始咧，嗰個位置你會覺得難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再抽第16小節嘅第三拍之後嗰度開始彈俾你聽。咁呢個 middle C 嘅位置咧，見到嘛？好，咁跟住咧右手個位置就喺呢度啦，即係 MP mezzo piano 嗰度。個位置就係距離咁遠嘅喎，跟住一二手指要撳住啦，四手指要收細，跟住 C A 見到嘛？喺個鏡頭度見到 C A 喺呢度啦 ，middle C 喺呢度啊，距離咁遠嘅喎，見到 middle C 嘛？哇，距離咗一個 C 兩個 C 咁高嘅話，咁我呢度一路撳住個 middle C 俾你睇到，個位置喺呢度，咁左手唔係淨係彈 middle C 啦，左手俾你睇睇個位置啫嚇。咁同埋咧，我就用翻嗰、那個。拍子機好喺第16小節 MP 嗰度開始，準備咯喎 ，three 之後入 ，three and four and 都係好慢嘅啫，好，我哋再嚟先 ，and three and four 第17小節啦，撳住一二手指，四手指 ，and three 係啦，你要去得好快咯。即係你個眼睛咧，一早已經要望定。哎呀，哇！要去 F C A， 就呢個位置咧，要咁樣練。第18小節 G F， 哇！即刻去 F A， 係嗰個閃過去嘅，快速閃過去嘅嗰個位。咁如果你話，哎呀，有咩方法可以幫手咧？貼呢啲貼喺度咯，呢個 F A， 咁你知道，我去邊？咁你咪摸到二四手指咯，係嘛？你可以貼啲貼貼喺度，直到你唔使再貼貼，咁你當然唔係貼一個咧，你可以貼兩個嘅，咁你咪會容易啲咯。你貼定喺度，即係練一練個距離啊嘛，係咪？咁咧，例如呢個啦，第18小節啦，咁你咪貼定啲貼貼喺度咯 ，F 同 A， 咚 ，F 同 A， 咁呢都試下呢度啦，咁你知道，第18小節。去邊 ？OK， 喂，咁跟住得咗啦，我得咯喎，喂，我成日冚住隻手睇得唔得？真摸唔摸到 ？G， 摸唔摸到？摸到，係嘛？冚住都摸到咧，你就掂啦，即係熟啦，知道未？最難係呢個位置嘅啫。咁如果你話17小節嗰度係點樣啊 ？C A 喎，你咪貼定啦，17小節。按住一二手指，去四手指 F 係要收細啦，噔，即刻去 C A， F A 爭少少啫，咁你貼第二顏色喺度咪得咯，你貼個藍色喺度，咁你知道，F A 啊呢次啊，嗱第一次咧就 C A， 第二次就 F A， 係嘛？第17小節全部綠色。藍綠搞定，係嘛？佢成日嗰個主題咧，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音樂都係，跟住去到第16小節咧，就係彈高八度啫嘛，咪又係呢句，成日都呢句㗎，有冇留意到啊？係嘛？好，咁你如果你話成首歌最難喺邊度咧？我覺得就係第16小節開始至到結尾都係比較難啲嘅，所以就要抽出嚟多啲練啦，知道未？貼貼都會幫到你嘅。最後嗰、那個chord 咧就係 A C A。